他可能也觉得不太需要。兔子 man 的应该都不会想要玩一刀斧，因为太强了，太扯了。哇！我直接我来到一张鬼人图，你们想要体验一下这游戏的人类那个人类二吗？有一句话叫人类二，对不对？跟你讲，玩欧巴来这张图，你就会体会到了，怎么叫做人类二。真的，你去玩一下就知道了，自己烧这张图，体会一下，感受一下人类二。我也玩过一场，真的是。这真的不是人在玩的耶，这游戏。哦，这个点有机会我们可以狙死人哦。我靠，没丢到。哎，又没丢到！我看我的兔子好烂哦。哦，又没丢到！哦，好烂，好烂。我的兔子真的没在练啊，对，不行不行。嘿嘿，应该没有其他人了，应该只有他。这个来进度的只有那个他，看他跟另外一个跑妹在修，应该只有他。好，找一下人，哦，这有人，好。不要跳下去啦！我就偏要打那只，可恶！赌一下还没有时间而已，结果赌输了。可以可以。我还想来造呢，很狠很狠，骗个板没骗到。那边是可以骗一下的啦，就假装要过，看他会不会很心急的这样下板的。哈哈，他没有想过这边有个洞。可以，大家没想到，想不到吧？可以可以，白给。他没有仔细在听恐惧范围的移动的位置，所以他撞鬼了。我有在听他的跑步声和哀嚎声，可是他没有在听我的位置，所以就撞鬼啦。楼上有人。没有人要跳下来吗？没有吗？双窗的好用。我觉得是群众控制好用诶，对，封装只是第二选择吧，我觉得群众控制其实蛮适合电锯的，你们有兴趣可以去试试看。这张地图其实 BBQ 真的用不太到，太小了。哇塞，这个 DH， 这个 DH 有料。对，这个等一下有料。那个等一下我还有特别等哦。哎，我有一把斧头，我们就尝试丢丢看这个凯特，这个凯特白给。哎，丢丢看看丢不丢得到。哎，凯特没有直直跑完，完了他去救人了吗？完了，凯特不见了！刚刚不在这吗？他跑去哪里了？好了，不见就算了，我们去巡查台。
这人嘞，那我们回房。一斧定生死嘛，对吧、啊？我原本想要跟他一斧定生死，结果他直接不见了。去听他的声音。没丢号，骗到一个 day 哈，其实也还行。好，近距离的还是可以中的啦。对啊，开头那三斧嘞啊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哇，他们其实也修很快，说实话，嗯，修的挺快的。一斧定生死，我这里有一斧。明，哎、欸，明明 ，what？ 完了 ，BR 下板吧，我把这板，哎、哦欸，他不是那个吗？赶快补一个，赶快补一个。我以为他会等板，没等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这边他倒了吧？哎、欸，他不下板，他很会呢。哎、欸，旁边的在忙哎、欸。旁边的也是很忙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 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没事没事，不急不急。哇，没丢到，好丑！刚怎么那么丑？跟血鸡，跟血鸡，跟血鸡！啊，有有有有有有，这有没有有没有斧头？我想要全信仰。这全信仰，全信仰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旁边那个气长一直看光光，对啊，因为不死啊，笑死！旁边很忙。全信仰，全信仰。可恶，他会玩，骗不到，骗不到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努力追，努力追。但我怎么走的有点慢？完了，被拉起来了。哇塞，这刀没中。哇塞。哦，这个跑妹命很大哎、欸，好几刀都是，好几刀都是建筑在照他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坚持坚持，信仰就是信仰 ，Oh my god， 这个跑妹的命真的很大哎、欸，完了，追不到这跑妹。哎、欸，这丢不过去哦！哇，居然丢不过去！我想说我已经抬够高了，应该是可以直直的飞过去那个桌子，没有飞到，可惜了。算这跑妹厉害，嗨呀！嗨呀！我刚跳下楼。没丢到，完了！哎、欸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刀，这是我这一场唯一会出的一刀。等一下，要骗一下。没骗到，再一圈、欸。这一场，这个应该是我唯一会出的一刀。OK， 搞定了，搞定了。可以可以，还好没有丑。哦，刚好找到地道，可以可以。
那我们可以把他挂死了。很脏吗？技巧吧，技巧啦，技巧啦。啊，这是技巧。你还要算准他会下板呢、欸，他不下板这刀没中呢、欸，对不对？技巧啦，技巧啦。4.4直直追，对啊。好吧，那50/50变成100/0的嘛，那这边就是随便走，搞不好就撞到这个凯特啦，对不对？救人了，居然在附近。我觉得人类应该很傻眼，对对对，那边其实设计是可以这样上刀的啦，所以我就这样玩了。人类肯定是傻爆眼的那一种啊。哇，那个凯特的跑痕不见了，只剩下这个跑这个敏敏的了。算了，这敏敏一挂而已，我们把它挂到二挂。只剩这敏敏的了。他没扭哎、欸，他补血了，所以这边一定没有打头哦。那这场没有血祭品，所以不会打头。OK OK， 那没事，早去挂。平常都看影片，今天一直跟海啊，好哦，欢迎来看。我们每个礼拜我都会开啊，今天是特别补开，因为最近甜蜜名文家玩太多了，想说玩多一点 DVD。好啦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啦，我是觉得他在这里的柜子里啊，我们找一下这里的柜子。这个柜子吗？哦、不对啊，他我有那个哎、欸，铁处女，他应该不会躲柜子，好吧？那我们。去选其他地方。我看到人了，运气真好。这边，我想要秀一个，我想要秀一个，我看我们的人能不能丢到。好，他不给我秀，好吧。你们知道我想干嘛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秀一个秀一个看看。不给秀。我想要从这个穿过去啊，这边有一个洞嘛，我穿穿看。可以耶、欸，其实可以秀的、欸。哇，这可惜了，那个前面的那个筒子挡到了。可惜可惜。习惯贴膜了啦，那就是为什么这次玩不好。哇，这个全红段哦，那代表一刀斧真的太强了，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。OK OK， 搞定了，又丢了一把。好，楼下有人，我们下去多打一点节奏。不行，那个楼下在修。哇，他没注意到我来哦。